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，这顿我请客，下午回公司继续努力。谢谢老板。这个龙妈爱吃，点一个。这个东东爱吃，点一个。哇，餐厅特色，点一个。哦，什么菜这么贵？点一个，点一个。HR 一定是我的加薪通知到了，太棒了！老公你真棒，爸爸了不起。不行，不能开心的太明显。老板，嗯？老板。喂，老板，这事情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！没事，老板哭吧。爸爸，我要死的哭。